走。哎呦，帅哥您来了，你怎么什么都没带啊？我忘了，我出来之后发现房卡放在屋里了。真的？房卡在我这。吃饭吧。嗯。嗯。哎，你还没走啊？没走啊。想我走？让我走？那再多玩两天。张老师，嗯，待会儿下午就是骑自行车放风筝那个环节，嗯，我想去骑那个沙滩摩托，你想不想去？嗯，问张克，你看他为什么问张老师？嗯，可以啊，那咱们就先骑马，骑完马之后看时间，看安排，要行咱俩骑沙滩摩托呗。嗯，先是帆船，再是马。你要不要去？你觉得我要不要去啊？你自己要去就去嘛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那随你吧。那看看，这现在能不能去还不知道。不是，每次就有点扫兴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另外一个人永远都是，啊，去呗，啊，你决定。给你一种兴致不高的感觉。对。我本来也是最近不高，说实最近是这样啊。难道不要欺骗自己吗？不高兴了，老王不高兴了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想到，我一个人要求，他只是配合我，那这个事情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不需要他配合，我希望他也想要。